国旗甩掉了，包括拼装两队到了大灯。国家的经济有谁支持和稳定？下岗职工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，但同时他们也是无怨的，因为他们真的希望国家能够富强，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。姐，妈怎么了？妈下岗了。没事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饿不死。你最近也够累的，正好休息休息。没事，我早就想到了。没事就好啊。没事就好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我到底哪儿不好？我二十几年我都是全勤，我从来没迟到早退过，我一直都是优秀职工。就因为我不是技术岗。现在该与高三五班的张俊记大过处分，留校查看处分；高三二班的吴浩记过处分。下面由这几位同学轮流在全校师生面前检讨自己的错误。同学们，老师们，我现在站在大家的面前，是为了真诚的忏悔我过去的错误。我过去的行为违反了学校的纪律，影响了学校的声誉，伤害了关心爱护我的老师和同学的感情。哎，琪琪又被张老师叫去办公室了，你们说会不会是跟张俊有关系啊？不知道啊，琪琪最近怎么回事啊？高三开学都一个月了，每天就是睡。可是他睡归睡，我听说啊，他这次月考又是年级第一。你听谁说的？来，身份证，是吧？哦，我在办公室听的。但是我还是挺担心他。你担心人家干嘛？人家年级低，讨学你。嗯，我先走了。你干嘛学习这么猛啊？太辛苦了，我看着都心疼。大家读题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字眼，弹簧弹性势能达到最大，这都属于动量守恒的啊临界问题。动量守恒啊太简单了，有的同学啊不学也能考好。好了，都别看了，接着说一下这几种临界条件。徐小波，
我看见你了，你出来吧。可以先吃嘛，不用等我。这不刚刚做好吗？这次考得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呗，不然你一回来就知道了。赫赫，你猜我前两天遇到谁了？教育局的胡建军。他说现在你们学校和省师范在联系，要增加几个保送名额。妈妈就跟他打听啊，说这个保送名额你有戏。怎么样，妈妈是不是给你找了个好路子？省师范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女孩到了高三确实就是吃力，你又选了理科。哎，我们当时真是应该好好想想再选文理。不过这回是个好机会呀，你可以不参加考试，提前解放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学习学习英语，等师范一毕业，爸爸就安排你出国，怎么样？啊，关哥，这个呢要看你自己想法了。只要是学习上的事儿啊，我和你妈都全力支持。哼，这几年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啊？乱打什么保票？莹莹，爷，你这鱼也太咸了，一点都不健康，下次少放点盐啊。吃饱了，莹莹。我再喝点汤了。呵呵，再给爸爸添碗汤。哎，你说我给忘了，胡建军让我给你带瓶酒，我去给你拿。怎么样，累了吧？你不想让我高考了？你现在这个成绩考什么呀？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不如就听妈的，等师范一毕业直接就出国。他要是不给钱呢？那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这么信他？这可是你爸爸。而且你自己看看这几回的成绩，一次比一次差，那妈妈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风险？呵呵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乖乖的别惹事，那妈的任务呢，就是保证让你出国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出去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学不上去了？你看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学的，妈都看得见，可成绩就是上不去，谁也没办法呀。现在可都是高三了，你成绩再这么掉下去，那省师范都未必考得上。呵呵，你得知道怎么做选择才能对自己最好。我知道了。好，把牛奶喝了，别太晚啊。
我宣布两件事情啊，大家注意一下。第一件事情，学校按照惯例，在寒假前后会组织高三的部分同学去北京游学。年级前50，大家先不要急着报名啊，回去跟父母好好商量一下。游学时间为一周，各种费用加起来，每个同学自己要承担800块钱。两个月工资了，那肯定不让。据我所知，你去吗？咱们班有些同学啊，高考的目标就是北京的一些大学，所以刚好借这个机会去北京观摩学习一下，顺便呢还能激励激励自己，是吧？第二件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几年高考改革，现在实行并轨制，也就是说呢，从明年开始。考上大学的同学就要自己掏学费了，而且毕了业是不包分配的。啊？不包分配了？但是呢，但是啊，咱们学校跟省师范有着长期的合作计划，啊，会在年级里挑出个别同学，只要考核通过就能拿到入学资格。所以有意愿想当老师。还有家里条件实在困难的同学，可以考虑一下。下面有同学要是有问题的话，可以提问。张老师，那面试通过了还要参加高考吗？不需要了，签约师范生等同于保送。老师，读师范要多少钱？不花钱，学费和住宿费全免，而且每年啊还有一定量的学杂费的补贴。这个事儿啊，要填一份申请书，有意愿的同学，现在可以举手了。快，罗琪琪，你怎么回事儿？你们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了，你跟大人都不商量，自己就决定了，你要去师范，谁同意了？我自己同意的。罗琪琪，你不要气我哈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妈下岗了，我就供不起你读书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准去，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琪琪啊。你说你这都年级第一了，你这不是打爸爸妈妈脸吗？多丢人呀！我丢我自己的人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！你们老师都说了，你现在是年级第一，你冲一冲可以去清华北大的，你去什么师范？我告诉你，你做的决定根本就不算数。完了，我就找你们老师说去。你为什么老擅自替我做决定呢？你以为我想替你做决定吗？啊！你看看你干这些事儿，这是个成熟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我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处理，你们凭什么插手？我是你妈。你现在知道是我妈了？我当初来汉南的时候你干什么了？现在管我还有意义吗？我不就是考了年级第一吗？反正你也不爱我，干嘛管我呢？哎，琪琪，和家里人不能什么话都说出口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孩子也够懂事儿了，肯定是觉得咱家现在困难。你说你们娘儿俩这么都，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姐，我也觉得你不太合适当老师。
干什么去？回来。坐下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我现在的第一名，一个是以前的第一名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不想读了？不想高考了？直接选定向？这简直是胡闹！你们家长同意吗？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，这就是我家里的意思。咱们不要任性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关系到你们人生大事儿，这和你们的前途有关啊！你们把这个交给我，你们对得起自己吗？为自己负责吗？我知道学习很辛苦，我知道很辛苦。咱们高一高二都扛过来了，还差这一年吗？而且还不到一年了。罗琪琪，你聪明，是个聪明人嘛，咱不能在这点大事上犯糊涂啊。你现在的学习成绩再努把力，那就是清北的料啊。你现在放弃，你想干什么？关河，你在我心中一向是最沉稳的那一个。我知道你现在学习比较辛苦，但是上什么大学、学什么专业，这是人生的大事儿啊，咱一定要慎重啊。你听我的，拿回去。老师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我也是。老师，再见。走了啊！你不去？我不去了，去。咋了吗？爸在家。爸领着你妹遛弯去了，我在家等着你呢。等我，你先坐下，我给你拿点东西。
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怨恨我们，那么小就把你送到老爷身边去了，也一直觉得我们好像更喜欢圆圆，对她偏心。你俩都是我生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和你爸在心里其实对你俩是一样的。你上次说那些话，妈伤心，更后悔。妈现在知道了，就算你有缺点，那是妈造成的。可是你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，是不是？妈跟你姥爷心里一直都有个疙瘩。你知道在那个年代，你姥姥姥爷离婚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儿。你妈我从小是被别人搓着脊梁骨长大的，我真的理解不了你姥爷。我以前总是觉得你跟你姥爷太像，捎带着我也就没太多的去理解你。其实我跟你姥爷更像，我小的时候脾气更倔，总是跟你姥爷对着干。我就觉得他都没养我几天，我凭什么听他的？明明能上高中，我偏没上。你知道妈现在有多后悔吗？我只能让你姥爷失望了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姥爷把所有的希望都放你身上。他走之前，特意给你留了这个存折，里面那20000块钱。是他给你准备的上大学的学费，他对你的期望比对妈高。琪琪，妈不想逼你，给你点时间，你再好好的想想，这是你自己的前途，行吗？大家听我说啊，今天下午要体测，体测不通过是没有办法进行高考，所以大家好好休息，多吃点补充补充体力，下午加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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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四班女生过来集合。这太快了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预备。徐小波，你不在，我不可能去北京的。徐小波，
行，你们都不理我，那我就永远坐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吃饭我都不去，我就在家，我混吃等死。你们知道努力有多难吗？我为什么要努力啊？我不想努力了，我就想做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。反正我以前不就是这样吗？看闲书，看电影，滑旱冰，打台球，打架，我唱歌，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呢？反正我一开始也没想上大学，反正你们没有任何人在意，我也不在意。我在意呀，琪琪，你忘了，考大学是我们的约定呀，我还要请你去吃羊肉串呢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我为什么要去啊？因为痴心妄想是强大的驱动力。你都拿年级第一了，还不去北京啊？刘琪琪，难道你在嘲笑我吗？罗琪琪，我就知道你行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知道。因为我给你带海星了。琪琪。我给你们说个笑话，这样，是不是因为有些路就是这样的？你往前走，有些人就会被落在后面。不对，他们不是落在后面了，而是他们走上了另一条分岔路。我以前想带小飞一起回家，可是。他家却偏偏住在东头，他们家为什么就不能住在西头呢？他家就是不住西头啊，你能怎么办呢？对呀，你能怎么办？
是得回家呀。是啊，总不能跟小飞一起回家吧？我们到底还是要走自己的路的。到底要走自己的路，你想好了吗？那我再想想呗。陈静说过，愤怒不是选择，难过也不是。不对，其实你已经选择过了。你只是受不了这条路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你受得了吗？我受不了。他这是我们自己选的。对，自己选的。对了，我们到北京了，去哪儿玩？我不知道，颐和园吧。你想去颐和园吗？你去哪儿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才回来啊？你在等我？啊，以后要是晚回来，给妈打个电话说一声啊。行了，睡吧。我去北京，我去看看，没准就找着了。找什么？找一个理由。妈，你一定要继续学下去，学总比不学强。妈准备报个夜大。行了，睡吧。那记得帮我带几本资料回来。好呀。哎，琪琪啥时候来啊？哎，琪琪。哎，琪琪。就差你了，快点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拿吧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来，我也帮你拿吧。那行。好，走。行了。行。这次呢，学校给你们订的是上下铺，你们分头去卧铺休息。到了北京以后呢，车站会有老师接你们到学校的，啊，好，那就祝你们旅途顺利了。谢谢班长。没事。哎，琪琪，
琪琪，走吧。琪琪，哎，咱们走吧。快走。哎，车站人多，小心点儿。是你，我就大大方方往他跟前一站。我说：“琪琪，听说你要去北京了，挺好。希望你能在北京多走走，多看看，早日找到自己的目标。也希望之后你在北京的日子里，多保重身体，努力攀登下一座高峰。”人就去北京游学一圈，又回来了。回来你还敢去找人家吗？你为啥不见他呀？啊？我俩都没关系了，我去见人干嘛？别扯了，跟这假模假式的。之前听说人家要去吃饭，盯着这事儿多少天？他不会去，我知道。你为啥知道？我就是知道。你那边事儿结了吗？陈小军都被判了，差不多结了。你知道我进去那天晚上都想什么？该想的，不该想的，过去的、将来的，都想了个遍。里边滋味不好受。是挺害怕的，怕以后就待在这儿，怕出来没学上。孩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清楚，就是缺乏教育，没人约束。这个年龄的孩子正是最危险的时候，稍有不慎就会走错。你这个做家长的，回去好好反省。你教育的对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啊，爸。好在没什么大事儿，没有涉及到陈小军最核心的那一块，也就是跟着混了几天社会。他还小，带回去之后呀，好好批评教育。哎，行了，
我带你们去签个字，人就能领回去了。管孩子用点心。谢谢警察同志，谢谢你啊。走吧。走。睡一会儿，咱们还得坐一天呢。不去了，我看会书。那你帮我给我吧，别输了啊，放心。